你好，博士。喂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说，我是荷兰这边准备返回珠海，然你后从哪里？荷兰，然后呢？然后我要返回珠海，我肯定是要经过湖北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也坐要，飞机喽？啊？坐飞机，能听到吗？喂？哦，坐飞机，那我自己开车，我经过京珠高。那意思就是说我只要是经过湖北境内任何地方都是这样吗？意思我自己开车经过湖北境内任何地方都是这样，只要是湖北省界内的，那坐飞机就没问题。那这个，嗯。那我，你要绕远一点，您从湖北省边境蹭过，他有信号捕捉到，您还是要被隔离啊。这个太不科学了吧？这个没有科不科学，这是省下发文件规定的，我们一律按照文件规定来执行。哦，行，好，谢谢啊，我只咨询一然下。后您可以选择坐飞机或者坐火车，但是火车的话，您也要确定您那个火车没有任何停靠湖北境内的站点啊。哦，行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哎，没事，好，再见。好，嗯，好，嗯。